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，一个疏忽，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。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，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，像是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意识不清、持续呕吐、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、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。出现这些症状，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，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。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，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。